还用过去吗？过脚了，过他妈几分钟。开始吗？开始了。我现在出去。安阳光电视台，安阳光电视台。大家下午好，下面为您带来的是全俄联赛第二场，安阳光队在一号球场迎战戴尔福特一队的比赛。本场比赛也是本轮的焦点战役之一，双方本场比赛的结果将直接决定双方在本组之间的排名。两队都是主队，所以对两队来说，这一场像是提前上演的决赛，拭目以待。现在双方队员已经入场，我们看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。安阳光队依然身穿白色背心、白色短裤，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。戴尔福特队，身穿蓝色背心、蓝色短裤，由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。下面介绍一下安阳光队的首发阵容。看来主帅 Michael 是排出了最强阵容，应该是。四号小贺，七号张成，一号王雄，恩佐，还有七号大明。这位就是大明今天表现非常出色，在胜利队的情况下，大明扛起了后卫线。看看大明本场比赛能有怎样发挥，拭目以待。我们来，后面应该是彩蛋。哦，这是阿帕多伦队，并不是戴尔福队，因为我们现在是阿帕多伦队。阿帕多伦队是一支新进球队。对他们的队员不甚了解，但是他们很明显看来他们的平均身高偏矮。好，双方准备跳球了。阿巴多伦队从左向右进攻，还有安阳光队从右向左进攻。现在是安阳光队首先，小郭迅速推进给到，哎呦，恩佐没有拿好球。现在是安阳光阿巴多伦队的后场球。阿巴多伦队旺哥，这个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名队员，是我们丁总的同学。旺哥现在在指挥。但节奏并不快，并不是很清晰。断球了，小贺断球了。武汉哥笑着上来防守，小贺第一个两分，哎，没有拿进。手，大家看来吃完午饭，刚吃完午饭，大家都有点紧。没错，看一看这边，哎，好球，防的还是很严的。小好球。小贺在后卫线上的紧密已经连续断了两个了。没错，阿巴多伦队实力并不能与安阳光队抗衡。好球，二加一分。这边恩佐上来打了一个二加一，现在是恩佐上罚球线。好球，恩佐罚中了。下面比分目前是3-0，安阳光队领先。恩佐也是腼腆的笑了。为什么大家都是腼腆的笑？大家都是非常低调的人，并不是非常豪放。哎，好球！这边阿巴多伦队突破杀进去，好像是犯规了。哎，走步了。但是对面的锋线的这两个球员都是个子比较矮，进去也不带什么优势。没错，他们的整体身高还是偏矮，在安阳光队面前并不占优势。我们看一下，他们刚才吹了一个走步，大明外围三分球，看有没有。没有，投了一个三分杆。大明刚才可能是吃的太多了。现在其实这场的焦点应该是熊哥，他刚喝了一杯啤酒。没错，熊哥看看酒精长样是不是？球队大佬，中场休息时间擅自喝酒，看看熊哥怎么样。哎呦，这边阿巴多伦队又杀进去，没有进。好，这边哎呦，这边小贺一球失误断球了。阿巴多伦队，哎呦，这边也失误了，非常友好啊两边。哎呀，互相用失误打一个招呼，恩佐杀进去，恩佐，哎呦，给到大明。大明把球控制一下节奏，给到熊哥，熊哥再给回大明，大明给到张成，张成单打，好球，哎，这球没有进，哎，好球，这边又是恩佐，恩佐连持五分啊，状态非常火热，看一下这边阿巴多伦队反击，哎呦，这边外围直接投了，球进了，居然。阿巴多伦的这样的对手，应该是个两分吧？对，应该是个两分球，但是还是有一点紧张啊。阿巴多伦队，哎，好球！给到张成，张成内线要位，再单打还是没进，再打好球，这球应该有了，好球，7-2，安阳光队领先。教练也是要求张成更加坚决的执行他的战术。哎呦，吴旺哥这球又突进来了，没有什么机会给回来。防守非常严，把他往地上逼，好像熊哥把他冒了，但是对方是一打手了。我觉得对面对方这个穿上黄短裤的这个球员还是对面的一个没错，哎呦，好球，给回，哎，恩佐给了大明，给晚了，没有给好，但是大明还在控制节奏。大明给了小贺，小贺插进去，小贺想突，哎呦，
阿尔法多伦队的防守位置站得非常好，他们守了一个联防，哎，小贺又插进去，好球，非常轻松的一场，9-2。阿尔法多伦的防守看似严密，我觉得全是漏洞，而且感觉对方的体力已经不太好了。哎呦，这边好像又差点走步了。嘿嘿嘿，王哥拿球。如果这全场紧密一下，对面非常容易失误的，我觉得。没错。哎，这边又失误了，好球！来，恩佐，恩佐一个华丽的转身上篮，球进，漂亮！艾文文队开场5分钟之内打出一波11-2的小高潮，看到全场紧密了啊，现在打出全场紧密了，好球，好球，漂亮！哎，但是球权还在，哎，球权被艾文文队断了，上城门拿球有点慢，给他恩佐，哎呀，恩佐给他小贺，然后再上，漂亮，13-2。旁边那个去邀请来了一位嘉宾，小斌，啊，亮队的，我是支持爱国粉的，但是我也会支持大哥，好呀，大家加油，大家加油。好，谢谢和睦何指导的参与啊，我们接下来看比赛。阿尔法多伦队这边，哎呦，又来了，投篮没有进，大哥的后场篮板，给到小哥，恩佐又杀进去了，推进还是很快的，推进非常快，哎呦，小哥给出来，漂亮，恩佐已经连取了10分了。没有人能够挡住他，没有人能够挡住他。阿帕最后一下再也不虚了哈，再也不虚。哎呦，艾因霍温队的紧逼非常有效果，阿帕多伦队显得非常的不适应。眼镜哥又开始突破，眼镜哥，哎呦，眼镜哥给到背心，好球！这边突破，艾因霍温队防守区域错得过大，后场大片的空档。对，让观众朋友们瞬间抓住每个球员的特点。好球，给到小哥，小哥给到熊哥。熊哥突破杀进去，哎呦，熊哥单上漂亮，没有什么悬念，很轻松啊，16-4，牛虎队开场迅速建立了优势。大佬喝完了啤酒果然不一样，没错，刚才中场休息的时候，熊哥喝了一杯 Jupiter， 看来是有效果的。哎呦，这边，哎呦，阿帕多伦队上篮没有进，这个人也是，哎呦，好球，哎呦，好球。大明好，大明安卓拿到后场篮板，大明控制，大明三分球，我们看看有没有，哎呀，哎呦，出来吧，阿巴多小哥也是在，小哥也在试法对面啊，很轻松的打的，很显然对面并没有上小哥的道，虽然他们都穿着白色的衣服，但是眼镜哥的意识还是很清醒的。哎呦，这边这个阿卓又投了，哎，但是前场篮板又被拿到了，联盟队防守扑得太大了，哎呦，这边想单打，秃顶哥想单打，我操，这是我们队的两个传说中的解说人物吧，嗯，可以。好球，这边没有进，熊哥的后场篮板，哎，好球，出手非常快，给到恩佐，恩佐再上，哎呀，失误了这边。这边阿云红队应该是要调整了，但是应该是要调整，但是裁判没有屌指教练啊，哎哎，回场了，回场了，这边阿帕多伦队，阿帕多伦队为了阿云红的起球非常的不适应，这边又是投出了一次三不沾，好球，这边阿云红队要犯，哎呦，这边进行了一个上下的调整，漂亮漂亮，这一波节奏带得非常好啊。我看一下，小胡昨天也是新剪的头发，真的呀，啊，新剃的，昨天在家跟林书豪的发型。这边阿云红队现在场上是8号丁良，5号胡一文，18号炸弹哥，哎呦，炸弹哥也上场了，21号老赵，还有10号冯子睿。炸弹哥拿球，炸弹哥，哎呦，炸弹哥虚晃一枪，哎呦，炸弹哥一下干他，炸了，好漂亮，炸了，炸了。你节奏很喜欢听。炸弹哥像节奏非常快，炸弹哥像一朵花蕾一样绽放在了对方的3秒区内。十遍，被孤单了没有？炸弹哥上罚球线，第一罚，好球，炸弹哥第一罚有了。场上比分现在是18-4，小胡也是非常积极的过去跟张亮哥拍了拍手。小胡今天到目前位置还没有开壶啊，哎，张亮哥第二盘没有中，但是篮板球，哎呦，老赵的篮板球，老赵拿好后场篮板，胡一文呢，哎呦，好球，第二铲，哎呀，这球没有打好，金亮并没有准备好，阿英峰队正在紧逼，冯子睿上来紧逼，哎呦，子睿虽然丢了几个快攻，但是防守还是挺积极的。没错，哎呦，今天阿华多伦投篮了，又没有进。是不是早上没吃饭？哎呦，这边老赵，哎呀，老赵，哎呀，老赵又射了，老赵。年轻人啊，继续。
子瑞差点摔了一跤。子睿别伸手。哎，这边灰尾往上断了，下呀下呀，老赵给了红队，红队也开胡了吧。哎，好球给了灰尾，漂亮一个助攻，好球。哎，这边我看到场边的气氛，我看到教练已经开始跳舞了啊。我看到场边的气氛人好像翻牌子已经翻得有点手软了，可能是这边红队持续对阿帕杜伦队施压。哎，好球，阿帕杜伦队把球摘出来了。红队单防这个眼镜哥，眼镜哥，哎呦，眼镜哥没有打进。熊哥，场边我们邀请到了熊哥。熊哥，熊指导来到了我们的比赛场边啊，熊哥也是满头大汗。哎呀，我们熊指导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大家晚上好啊，下午好。教练刚才告诉我们说这场比赛也不用再上了，所以我过来凑个热闹。对。哎呦，这边方队，哎呦，进球了！哎呀，这边还有机会，球权还在外围，丁良拿球。对。丁良还想塞，哎，这两边上来包夹，丁良球没控好，但是球还在胡一文手里。防护上。从后场过来，经常没有注意到。没错，哎呦，这边失误了，好像是。教练迅速叫了一个暂停。没有看到。怎么了？暂停了，什么暂停了什么？我们的熊指导也是离开了解说席啊。你先录着，我去按你。咋了？谢谢。成功了是吧？你们现在咋回事？办个场吗？办场吗？刚刚开始了一会儿吧，打了一快已经进入垃圾时间了。咱们是划算的，咱们觉得非常费劲。咱们淘汰赛，咱们小组赛之后，今天就是咱们淘汰赛，咱们这场非常费劲。卖飞到这。暂停回来，安英峰队的阵容没有什么变化，仍然是八号丁良、十号冯子睿、五号胡一文、二十一号老赵，还有十八号扎战哥。哎呦，这边阿帕杜伦一个快拉球，哇，这球丢的太大了，直接砸到篮板上。丁良推进，丁良杀进去，丁良射了。哎呦，这球没有，有点乱呢。这球哎，应该是争球了。先是走步了，然后裁判没有吹，然后又犯规，裁判又没。哎呦，阿帕多伦现在是乱打一气啊！现在是这个也是刚才教练刚才在暂停的时候提到了，我们要更多的对球施压，造成对方失误，因为对面明显基本功是不够。对，没错。而且尤其外线持球的那个两个人还是对方的短板，我觉得。哎呦，扎战哥漂亮，好球！扎战哥这边外围又指导，扎指导又进球了，扎指导。炸了！篮球工队现在是全场紧逼啊！阿帕多伦队后场控球都非常困难。哎呦，这个又抢了。好球，好球，小红，胡一文把球断了，但是扎战哥拿球，不要着急，扎战哥不要着急，扎战哥控一控，还给到老赵，中距离跳投起了，好球，老赵节奏就是拿着球带着这头，没错，阿瓦多伦队现在后场连出球都很困难，但是现在推进到了前场，现在祖光哥又重新回到了场上，现在扎战哥防祖光哥，两个人都非常胖，脑袋也非常大，这两个很像哎，是吧？哎呦，这边投篮了！但是被他干扰了，好的，冯子睿的后场篮板，哎，后场球，好。子睿的积极分抢还是很有作用。不是这个球，我对他要求应该让对面刚才那个球是碰不到的。对，他没有做好卡了。子睿已经尽力了，对不对？这边，哎呦，这边用弓箭没有打进，阿帕多伦队的后场球。对面打得很难受啊！好球，胡一文又一球断了，好球，胡一文摘出两个，现在前场是4-2。这是上半场比赛，结束，这球应该是没有算，上半场比赛结束了。安英峰队是在一号球场以26-4暂时领先于阿帕多伦。稍后为大家带来精彩的下半场比赛，大家显得非常的兴奋啊！没错。好，谢谢啊。好，下半场比赛即将开始，我们的熊指导又回到了解说席，看来教练对他没有什么要求了，下半场熊指导可以坐在场边和大家一起看球了。其实我更喜欢解说这个工作，轻松又愉快。我操，我都喝了三瓶水了，真的。这口干舌燥，热死我了都要。现在我们看一下，你说会儿相声。场上好像又进行了调整，现在是34号老刘、18号赵大哥、8号王鑫、5号胡一文和21号老赵。我们来看一下下半场比赛是阿帕多伦队的球权。我透露一下刚才教练讲的，就是我们得分之后
得分之后还是全场紧逼，然后如果是对面篮板球就改成半场攻防。OK， 好，熊哥说的对，熊哥说的好啊，熊哥也明显这是教练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好，哎呦，这边又断球了，漂亮！立马要开壶了，开壶了！上本场比赛第一杆，小欧。安逸湖人队防守策略非常的明确，就是全场紧逼，把阿帕多伦队往死里揍。是非常有观察，非常有观察。阿帕多伦队，我看着都热血沸腾。我们看着很明显，好像是走步了。犯规了。阿帕多伦队后上球，裁判也是得找找平衡嘛。顺便提一句，我最近变成小胡的粉丝了。因为发型嘛，不是这个打球最近一个是有很大进步，再一个他这个风格非常新颖，很踏实啊。踏实中间又有一点那个，刚才那个球就属于低质，没错。小吴今天表现也非常出色啊，虽然到第二场比赛才开火，还是会动到。哎呦小胡位置站得非常好，哎呦好球出现了，后上球，老刘指挥大家压上，炸弹哥好球，新哥要开壶了，我认为漂亮又进了。现在场上比分是30-4，安逸湖人队还在持续施压，挺好的啊。这个不断的这个全场紧密，也对体力有很大的要求，这是我们不断训练的结果。体力的要求是的。教练依然在场边，而且其实我们的距离比首发的平均体力要好很多，没错。所以这种打法是非常适合。这边阿帕多伦队也是换人了，但是球都没有拿好啊。我们是祖旺哥拿球，所以祖旺哥突破。为什么叫什么哥？祖旺哥，丁良同学。哎呦我操！抢得很凶啊！哎，篮下空了呀！篮下空了，但是他现在球是出不来的。我们四个人球展出来，祖旺哥想投，哎呦炸弹哥！哎呦我操！炸弹哥欲望很强。哎呦我操，这个球投得好啊！老刘推进，前场目前是好球。哎呀，有点大，但是球还在阿勇手里。新哥三分球，我们看一下。哎呀，哎呀，老刘的篮板！哎呦我操，这球我认为有了，大家认为呢？篮板有，炸弹哥射了，漂亮！炸弹哥又炸了，炸弹哥又炸了。炸弹哥真是一个恐怖分子啊！那个球让对方发出球了，就是我们的一个失误，就是对。球，不过还是断了下来。新哥给了老赵，老赵单打，哎，非常轻松。现在比分差距在不断的扩大，目前是34。又抢下来了。小胡又把球抢下来了，对着老刘。老刘单杀，哎，这球失误了。哎，但是球还在炸弹。刚才播没领了是吗？已经不会再讲那个场上的事了。看一看，我们有微信互动嘛？有微信互动嘛？对，大家可以根据屏幕下方。小胡的三分球，哇，差一点。这个老赵的 over the back， 对，老赵应该上了。现在在安逸湖人队到目前为止调整了防守策略了哈，没错。这个球应该是边线球，应该还是全场施压标。看一看，哎，这边吴玉文上，吴玉文抢断，小吴脑袋 sorry， 小吴好像组织进攻，老刘又打进去，老刘非常，哎呦炸弹哥，我操，哎漂亮，老赵两分球，我认为有了，大家认为呢？但是王鑫的篮板，哎呀，鑫哥在全场连取四分，哎呦我得又开始了施压，不断的在全场紧逼啊。阿帕多伦队现在连过半场都非常困难，裁判听不懂，还是裁判听不懂。熊哥又在熊热在大，我们刚才对面的后卫是两脚大声嚷，然后一直把球往后场拍，我不知道裁判在看什么，裁判就在他面前。这已经大比分领先了。我们无论是大比分领先还是小比分领先，还篮球的规则要守的。好球！炸弹哥又射了，但是又没有进。炸弹哥又篮板，哎呀，这游戏真难呐！心机。这边现在场上比分是38-4，哎呦，38-4啊，38-4，哎，我们看一下，阿巴多，哎，阿巴多伦队到了前场，哎，又小胡好像是本场比赛的第6个抢断了，有炸弹哥，哎呀，一个漂亮，好球。哎，这我现在看到柳迪也上了，来小胡互动一下，来，我操，小胡有伴儿了已经，小胡现在这状态已经进入了重了，他只顾着球篮球，非常专注，非常专注，但是小胡有点耍大牌的倾向了，小胡是黑猩猩开大，暴击，无限暴击，又来了，快攻，这边又进了，好球，哎呦，新哥连取了六分了，新哥本场比赛也是开始了刷分模式啊。小胡开球，
炸弹哥，哎，炸弹哥又炸了，炸弹哥八秒炸爆一块儿，哎呦，炸弹哥断球了，哎呦我操，但是这球没有进。哎，柳迪的篮板，好球给了老赵。哎呀，老赵这是个什么动作？这是个养成篮球，养成篮球。老赵就是溜达着都能进球。哎呀，老赵啊！哎，这边阿帕多伦队又推进到前场了。哎，柳迪断球了！哎呀，漂亮，漂亮，好球！现在英皇队真是，这个阿帕多伦队现在是丢盔卸甲，兵败如山倒啊！炸弹哥，哎呦，炸弹哥，好球！这是啥手机？韩英皇队的几名替补球员开始了刷分模式啊！炸弹哥连分带板椅子。不是，回，哎，回场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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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表现我觉得还是可以。阿帕多伦队的黄哥又回场了啊！现在是韩英皇队底线球。哎呦，哎呦，冯队打球，看看冯队怎么开壶。哎！太脏了，从今天洗。哎呦，柳迪又带球了，柳迪会玩啊。柳迪的脚步我觉得特别原始，你知道不？好球！走步了，走步了，走步了，应该是走步了。老刘应该是先走步了。跑走，跑走，跑走。等会儿，等会儿。老刘显得有一点不服气了。老刘，我是科比，我怕谁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老刘这一掌还没露出他的经典动作呢，哈，后仰跳投。没错，一个没进。我们拭目以待啊！哎呦呦，王哥开始在中线就已经进行了身体对抗。哎呦，好球！好，拿好，拿好，拿好就进。好球，好球！哎，这球，老刘一个后仰，妈呀！哎呦，前场四打一了。好好好，老刘又攻下两分。他第二下就有进。第三下阿帕多伦队已经没有什么了，没有什么斗志了。本场比赛早已进入垃圾时间，再看看他们能不能取下本场比赛的第六分。第六分，哎呦，并没有，然而并没有。柳迪是想单干吗？柳迪又命球到前场。哎呦，我操！哎呀，老赵，老赵总是颠着颠着就到了，颠着颠着到。哎呦，真难呐，这游戏。我操！黑土司是进攻，黑土鸡是进攻。王鑫犯规了，王鑫这球没有合理的利用他的身体，他一直在用手，对，他用他身体打的。我们这是土库河南区。那就是本场开始，看起来球队现在打得比较轻松啊，大比分领先，现在场上比分是40-25。52。52-4。啊，52-4。40-25。要断了，要断了，轻松。哎呦，柳迪会玩啊！柳迪给了丁良，丁良又刷了两分，哎，意思呀！哦，冯主任现在开始指挥球队了，要要求球队大举压上。Hey, make a picture of the score after the game. Yeah. 好像是又回场了，又回场了。一会儿补上，让大家把计分牌拿了。现在冯主任现在信心爆满，又开始在前场要球，给了冯主任，冯主任打，哎呀！居然没有打，哎，后场球，冯队又失误了。不要回啊，前场紧逼啊！这两个球，看这球的。然后那个小贺又在场边破口大骂啊！这种行为我们，哎呦，刚才我们镜头也看到，老一直在两只手，哎，怎么回事？什么？都是他。这是爱因霍文队的后场球，哎。小新哥，哎呦，新哥三分球，看看有没有？我认为有了。冯祖瑞的篮板再拿，给出来，给了丁良，丁良给了老赵，我认为这球有了，大家觉得呢？这又可以使上球，这东西要进攻。哎呦，阿帕多伦这边又失误了。还多久啊？还多久？不知道，还有10分钟吧。转身，阿巴多伦又上了，没有进。老赵拿球，哎，柳迪现在在控球，柳迪给到冯子睿，走步了。丁良，你控球后卫跑啥？要球去。你控球后卫不要快攻。我叫陈磊，你听见我说了啊？老赵感觉有些体力不支，像场边的教练起球的坏人。现在是，哎呦，炸弹哥又上了，哎，阿帕多伦，哎呀，
哎，好，他们取下了本场比赛的第六分。现在场上比分是54-6。哎呦，丁良杀进球！哎呀，阿瓦多伦的快攻，哎，好球，新的快球断了。丁总又控制一下节奏，到了丁总的禁区，漂亮！哎呀，哎，但是，哎，丁总错失了两个非常好的机会。回头，回头，要不今天这全场了。但是丁总今天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呀。8秒了吧，这得10秒了，对，裁判都不吹了，已经。哎呀，这边，哎呦，又过得又快攻，信哥又开启了刷分模式。哎呀，虽然这个球的质量还是非常好。加兰哥晚了一步没抢到啊！加兰哥以前经常可以，所以现在只有那个王鑫能防住大当哥了。哎呦，阿帕多伦很友好的将球又给了鑫哥，鑫哥又进了。哎呀，这游戏真难呐！阿帕多伦现在连后场球都发不出来了，又断，又了好球，但是这个哎呦又被断掉了。断了就好球。好球，丁良一个华丽的转身来到了观众席的面前，加兰哥冲进去了，没有机会，没有人跑啊。比赛太精彩，我都老忘了转镜头了。没错，柳迪两分球，哎呀，丁良，哎呦，平稳。哎呦，王云辉队全线开壶啊，这场比赛，而且大部分都是替补球员了。有机会，有几名球员已经得分上双了。哎呦，这球，哎呦，又回场了。这是阿帕多伦队本场比赛的第4次回场。我觉得我们撞到对方起码有30次以上的失误。对，不错。哎呦，西哥又进球了。哎呀，西哥本场比赛已经拿到了14分了，创了职业生涯的新高啊！你真记得那个分吗？看来新哥在休赛期有机会争取一份大二打一，好了，好球，3-1、3-2，好，本场比赛唯一剩下的悬念是他们能否上双，但是本场比赛结束了，最后比分是62-8。安永温队大比分击败了，安永温队大比分击败了阿帕多伦队，取得了本次联赛第二场的胜利。稍后回来看第三场比赛，第三场比赛应该是迎战本组